蓄谋填充涉及干衣宽叉狗罐进一类凤跑，你犯上违宽违山违，根本就绕 Q 宽部署，为对两件事情来做准案报告。主要强调是改新北市宽部 Q 中填充处曝光，批评推铁无让民众公开自行，韩国就白上改白白几个民众唔抵两件案呢？韩国投下关键一票嘅副书中占顺贵。唔单强本台干嘛？国民党立委和临时提案绕 Q 机会下台。上礼拜陈奥受石潭填充计划反查报告修正通过，今日立法院继续讨论。立法委员会点名反报署政府署长针对亚克案内来做专案报告。是那时候有开始把它盖好吗？已经动工的旧案，这个在政策动工有盖好吗？有在使用吗？都已经走完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旧案，但是。蔡政府是旧案，但是你环保的时候你在审查，并没有还是必须就事论事啊。燃煤机组的新建。但请反报署官员来也，包含亚克安内的反骗委员相关人员来做前去到现场。新北市反报局长还准批相片，或者调查亚的物件，来讲空气污染、讲生态，批评中央。有一份民调调查出来，82%的北北基民众是不知道要在大台北地区盖一个燃煤电厂。这是我们的潜水的这个教潜水的人员去拍摄的珊瑚礁，各位知道最底层的生物就靠这个生态改变的温水量32°C，生态只有200多个字，就用一个环境差异报告。民国95年已经通过反骗的案例，今日按当年甲唔是重新再做反骗下，我嘅争议也系必然的。不管哪一个厂，深澳电厂这样，林口电厂这样。这每一支烟囱上面都随时，而且它是透明的，然后全民来监督，大家把整个亚洲大陆卫星的那个空污图一看，就知道我们台湾没有那么糟糕。而且，非议主席詹顺贵特别关切一票，是知道亚克案内修正通过，经本人批评，南洋立委和临时提案要求詹顺贵要下台，前面和民进党人数优势下，临时提案没通过。黑新闻，反共人气李林，台北报道。